110来了，你这做笔录了，派出所做笔录了。他那天可不是一直在厮杀你吗？看跟那拽你。多少人？多少人拽我？都是拽我，这我说我这个跟他们讲理，我在这个三单元住，二单元也拆二单元，因为整体结构就破坏了，我们人身安全保证不了，有这个安全隐患了，不跟我讲理，我要他拆迁许可证也没有，他说政府行为，政府行为，然后政府文件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胸牌也没有，任何证件拿出来就开始拆。就拆完，我们就厮杀起来了。什么话都不说，什么话都不说，一大帮人推过来，四五十人，然后我们几个人哎，就连推带拔。因为我这个完之后也被打伤了，都被打伤了，掐脖子，报警，把我奶奶推孩子报警也不让报，完抢钱报，这孩子跑一边去了，哎，跑一边去了，完之后报警，录像也不让录，录像不让，完警察就来了，警察来他们就走了，完之后这个上面四层挨着这窗户这么近。完之后就是老太太，出一老太太，八十老太太，一看有一老太太，哎呦，快出人命了！那家是我们家了啊，不是那个就停了，我们家这么着。那天我爸出来了，我爸快90了。有一指挥在上面，一看还有老太太，他们嚷嚷，老太太嚷嚷，听不见，一扔东西，哎呦，上面有老太太，正在这挖了，再不出来就往上挖了，就是生命就要出人命。哎，我那天看不是刘婶儿，老太太刘婶儿，不是那个还有一八哥老太太，撞给撞跟头，拽老太太，上医院看了吗？不敢走啊，一走就拆房啊，房就拆呀、啊，谁不敢走？那现在你哪儿觉得不好啊？我胸疼，跟警察都说了，胸疼这地方这么明显抓上了。公安局给您做那个那什么伤残鉴定，或者那个通知书了吗？给您做这些东西了吗？给通知书了，也收到通知书了吗？给通知书了。他告诉你是限期破案吗？他说等着，不等着，不他有他有个日期，这个、不破案起诉他，他走要跟他走。完之后说警察倒也说了，你该瞧病瞧病，老妈该瞧病瞧病，我不敢走啊，一走房子没了。你看那个三二楼就是他外出看老妈去上房山，完了回来之后昨天回来房子没了，鼓楼那边，然后叫警察，警察说这事儿就得解决这事儿，说说没电没电了，咱们聊会儿，咱们这我也来这，我就低会儿板才走呢，还有好多人呢。他这个三号楼一单元，我叫这个立桂局。你看那女的，不现在探出头来了吗？现在开窗户呢。他不敢下来，一下来就拆了。他一直在那待着，吃饭也不敢吃，喝水也没有，蹲着蹲着念。那就去他们家看看去吧。这门头沟区拆迁办公室，还有北京圣金达拆迁有限公司，他们两家。昨天照了照片。那老太太坐在这儿，他们家在这儿的房没了，回来没了，外出两天，回来房子没了，人说大红本儿都有，什么都属于都合法，这是现在是属于非法拆迁呀！我要让证让人批示证件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拆上去。你像这边住着人了，我照片昨天照一下，这就拆。慢点，这全是玻璃碴子。看谁掉的啊？这个还不到，不叫暴力拆迁了，叫偷拆。人家里没人就给偷拆了。只能求助警察来了也管不了啊。哎，你没看
这样，五层啊。这都是咱们公司楼的，二楼咱们上楼。咱们那有，咱那有啊。你瞧这房子，房子你早就扒了，房顶这防水层，他们上去就扒了。防水层都扒了，行了，没法住了，也没法住了。俩人一架，屋里待着，几个人一架，出去就拆，拆就急了。有一家住，完之后他外出去开老妈去了。他们这地方，您我听，昨天回来，谁呀？去你三号消费的。我听我母亲说那地方，那个地方早上起来去。开始，我听我母亲说那个地方是五号早上起来4点多就开始拆。四点半就开始拆，当时人还没起，在睡梦当中呢，他来拿铲子就开始拆上了，瞬间就全给挠平了，这平地。就那地方，它非常可怕，这么大一栋房，说没就没了。说现在光说人民群众财产得到保护，根本不可能得到保护的一个地方，法律在这儿是非常苍白的。你啥意思？不知道上哪儿了，所以我一直没联系上。打电话联系过来吧，叫过来。我现在我不知道一直人哪儿了。我这儿有人照片。他说是，您看了吗？昨天一个老太太在那哭啊，家没了，就这个位置门口，他属于一单元，三号楼一单元。从城里过来要不我怎么等他呢？啊，行，先说吧，说你家情况。我们家这点就是我们家那个，正好那个什么，那天我去出去了，回老家就是看我妈去了，我妈那什么，结果后来我一回来，这儿就把我这房整个就都给拆了，就没有了。我一来，你说他也没有任何通知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那个手续，什么都没有，就私自就把我这自己的房给拆了。再说我这房现在已经在法院还立着案呢。他前一三月三号把我这个水给我淹了，就是那个淹的稀里哗啦，我那屋里那东西整个那房什么都要不得了，地下全是水，那东西全都淹了。结果法院立着案，人家马上就快来取证来了，他给我拆了。你说这不是这销毁罪证还是怎么着？你说这个淹的这个没给我解决呢？你说凭什么拆我的房？这房是我自己的，无家可归了啊！我这是私产，你说他给我拆了，你说我上哪儿去住去？现在我都没地方去了都。你说这他们是不是太不讲理？你说说，你拆我签了字，你给我拆也行。我因为我这个都是我自己的，我没签字。你给我不合适，我那个院和房那个房产本都有，他不给我算，所以我就没签，这水又给我淹了，给我淹的稀里哗啦的，这个赔偿他也没给我赔偿。大爷哪天给您拆的这个？什么给您拆的？就是6月5号那天，我就那天出门了。您能站起来吧？多少多累，这挺凉的。别着急，千万别着急，你知道吗？慢慢来吧。怎么给您就拆了这个？我都不知道，我没干，我那天出去了，我那天就出去了，出去回来他们，您是不是也在这儿住着？我给忘了，是吗？就这儿，就这个单元的这边这间，埋的是这儿吗？是埋的，对，就这块，等于废墟底下就是你们家了。啊，对，那你的家具呢？埋家具我也不知道，家具埋里的，我都不知道，都给砸进去了。对，我那家具还有那所有的东西，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面积不啊。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呢。那你没给你家贴条吗？就是墙上有贴条的，要走程序的，没有。他也没贴条，也没通知我们，什么手续都没有，就给我们拆了。我一来了我就看偷拆了呗。对，是。那你拿到、啊、您这个他不给您裁决书吧？您上法院了吗？裁决书我还没到日期呢。就是说还在程序，不是到日期，是在程序当中。对，还没走，还没履行程序是吧？对，没拆是吧？没有啊，人家政府还要到7月份才到程序呢。政府就为了抢老百姓，已经不择手段了。啊，他们跟那个开银公司沆瀣一气，已经到这种程度了。您说这不是法旨？你说这是什么行径？你说是弄得我自己的房，我自己的房，我现在我没地儿去了。你说说，现在啊，您这房也是私房了吧？我是私房，我自己买的，自己的房，现在是私产。
我什么我也不懂，昨天把我急的呀，我头晕脑胀，我什么我都不知道了，我就知道跟这坐着，我一看家没了，我就坐着哭呗。你说我家都没有了，你说谁都不知道，我们家那时候也有病，我闺女那会儿出门了，昨天晚上夜里才到家。你说就我自己，我心脏也不好，我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所以我都晕晕乎乎的。他说让找拆迁办，咱我就去上那个派出所，他说给约拆迁办的，约拆迁办的。我说我们家就我自己，我说我也谈不了，现在这都成这样了，我说我怎么谈呀？我说得等今天我闺女他们回来，我闺女他们马上就到，他们偷着就给我拆了。你说老早就给我拆了，你说三不说三点钟他们就来了，就给我拆了。我早上八点来，我回来了，我这房就没有了，就成了这一片废墟了。你说我现在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上哪儿去住？昨天我是找跟我妹妹跟我们家亲戚那儿寻的修。你说我要不回去也不行，我们家那主有病，我还得照顾他。拆我们家了，我要是上他们家，我砸一块玻璃，你说行不行啊？他马上就打110，得把我给逮起来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哎，他随便拆我这房，把我这房整个的这个我这私产，整个这一套房，你这连我这后院36平，还有我院里还有房子，他整个就给我拆了。你说这叫什么行径啊？你一下子淹了4-5次，就那水顺着那单元门往下流，我们那屋里头整个的地上都是水，我那东西摩托车什么东西，所有的东西全给我泡了。泡了，就那房子那顶子整个都落下来了，就这个灰什么的，我装修的挺好的，整个的羊那个这白灰什么全落地了，我都进不去，我那屋里进门我都垫着砖头，全都垫着砖。你说现在潮气轰轰的，这马上人家就是都立案了，人家开庭了，人家马上就该来取证了，他现在他给我拆了，您说这是不是销毁罪证啊？都是在这儿住着的，之前他们也没有房，他们结婚了没房，就跟我这凑合。凑合现在都没地儿住了，他们不是出门吗？刚回来，惨无人道。每次都是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那上次就是我们没回来呢，8点多。您方便吗？4-5个吧，4-5个穿着一身黑衣服人来我们家吓唬我妈我爸。您现在方便？2011年6月7号上午11:04，地址是北京市门头沟区，大峪黑山光明楼。3号楼，一单元101，这个地方曾经是我们的家。这两天呢，我们因为有事，我姥姥有病，不是你姥姥有病，我去看你姥姥去了。啊，没有在家。结果等我们今天再回来的话呢，整个家呢已经被拆成这个样子了。在此之前的话呢，国务院呢，包括中央呢，3令5申有讲这个关于拆迁的问题，禁止强拆。但是这种事情呢，依旧发生在北京，非常令人痛心。我们家所有的东西呢都没有被及时的搬出来，全部在里面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基本上大家也都看到，像这种情况呢，周围所有的楼房，如果没有人看护的情况下呢，都被拆掉了。我们也希望在此呢大声的疾呼一下，尊重我们公民的这个合法的权益受到相关的这个保护，希望这种事情呢也不要再出现在北京，出现在中国。好，谢谢大家。